对于斗门市民来说，每到假期去公园游玩看景成为节日里必不可少的活动之一。国庆假期，斗门市民公园、千峰山森林公园和黄洋河湿地公园迎来大批游客和市民，散步、骑行、观光的人随处可见。10月6号，黄洋河湿地公园秋色如画，公园里的植被开始渐渐泛黄，风吹叶动，色彩艳丽，整个公园风光迷人。为了避开人员密集场所，市民陈女士一家专门选择到公园享受假期。不准备出去太多人的塞车，近一点方便一点，你也不塞车，挺好的。市民程小姐说，国庆假期恰逢中秋佳节，休几天假也没有出行计划，走出家门逛逛公园是最适合的度假方式。环境很好，特别是那边修了一个大型公园，那个华阳河畔那边现在越搞越好了，也很舒服。迎着秋阳，伴着和风，午后的黄洋河湿地公园逐渐热闹起来。在小径上散步，在草坪上放风筝，在儿童乐园玩沙子、跷跷板，市民游客享受惬意的假日生活。公园里到处是欢声笑语，疏林草地，四季花开，风光无限。近年来，我区持之以恒推进三化三城建设，构建自然公园加城市公园加社区公园加附属绿地的公园城市绿地体系。目前共有各类公园200座左右，这些公园如珠玉般点缀其间。